吃完了，我早就走了。大家有没有需要买什么的，赶紧买，我准备给大家下了啊。嗯。小黄车再过一分钟我就给下了啊。吃完了我们。一分钟小黄车直接给大家下了哈，没有说要给大家卖的，因为卓姐姐她说要那个，然后直接把小黄车都给你们上上去了。我这卡还是你们那一卡，我们这里没有卡。小雪是哪里人？小雪。成都的。但他说好像说过老家，以前爷爷奶奶的老家是这边的，好像。嗯嗯。对，我老家是这边的，但是我经常在成都，我很少回来。不，这个放旁边。是不是挡住你们？不是，他不要露出来。哦。恭喜你，希望你和你都能自由恋爱。不是 ，logo 不要看。对，名字不要露出来就行。他这个平台是这样子，就是你东西不能露出来。哦，这样。对，只要你开直播能够，这样你没上架都不能露出来。行。不，我就偏偏要露。来干杯！来干杯 ！Cheers！ Cheers 就是干杯的意思。饼干有吗 ？Cheers。Cheers。饼干有啊。Cheers。对 ，Cheers。不吵不相识。饼干。来，美女，干杯！饼干，我给你上一下，好吧？哎，不过，饼干给你上吧，上一分钟，因为你看一下我就下了，好吧？那你要抓紧时间了哈，抓紧时间去抢啊！抢了马上把黄车全部给大家下了。哇，谢谢，我都吃饱了，儿，你多吃一点。很好吃的吧？还是，那你多吃一点，你不要给我加了，你自己多吃一点。哎，他刚才说的，估计就是那个。怎么了？继续吗？嗯。昨天还有人没走，出镜。我是干饭人。他说他过来蹭饭了。你看，给他线上再要点加。啊，你刚刚说饼干上在要链接买那个，我一分钟就下了，一分钟就全部都下了。来，各级刷上啊，来，饼干啊，饼干在一号链接，你们自己去带，你们抓紧直接去带，我一分钟以后直接给大家扣掉了哈，九块九吗？不是扣掉了，全部都下。哦对，啊，还有两个，要吃吗？对，这个是一号链接的饼干，各级刷吗？一号链接的饼干哈，哥什么鸡蛋煎饼哈，鸡蛋煎饼，它属于蛋糕类的哈，然后它里面有黑芝麻鸡蛋，然后它是那个小麦粉去做的哈，然后它还有里面还有奶粉的成分，牛奶成分哈，哥什么，它你们拿回去就是老人孩子都可以去吃，它不是垃圾食品哈。对呀，你看你自己也很能干，我说你自己也很能干呀。我干活是很能干。真的，你笑起来好甜哦。这个好吃，我下过几次单了，是不是？很多哥姐都问我要，很多哥姐都问我要，都在说那个，哎，我看一下哈。可以发什么？我们都看到时候发什么合适就发什么的啊。一分钟，不要一分钟了哈，我们三十秒就下了啊，大家。好，三十个数给他过掉啊。全部都下了，要去拍的赶紧去拍啊！我再数个三十秒就下了。对，你抓紧时间，一号链接这个饼干哈，九块九来，我怎么跟你们说呢？九块九相当于是请哥姐刷你们吃的，九块九还不够你们的邮费，对不对？你们去给你们外地的朋友、外地的亲戚、家人去寄一个什么东西出去，寄一个东西要十几块，
也要9块吧，对不对？8-9块吧，是吧？对不对？邮费都要8-9块嘛，对不对？邮费都不够2块钱了，请你们去吃的，相当于9块9，你们抓紧时间自己去带一下哈。已经拍了啊，小水文静优雅，嗯，对，你拍好，抓紧时间，我10个数给大家过掉了哈。全部下，全部都下啊！全部东西10个数给大家过掉啊！没有去抢的，你抓紧时间去抢一下哈。来10，我拍的很好吃。收起来了。之前有10秒都下了。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没有上这个，很多歌节拍过的，很多都回来问我还有没有，还有没有，还有没有。所以呢，我就直接给大家上了哈。好，你数时间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下。10个数，所有商品全部下架哈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，哎，过。那我们就不能在直播间出现了啊，全部都下。不回答我，没有看到你说什么。特好吃，是不是？我也吃一下。带刺玫瑰，你说什么？我想说死，是不得。哇，你比我还厉害啊！哇，妹妹，看得出来妹妹是挺喜欢吃这个的。啊，哟！哎呀，都恩爱秀的。没有。你看看，就是无意中的小鸟依人。你还是在我面前，我感觉你虽然还是在别人看来你是个女汉子，但是在我看来你是温柔可爱小鸟依人。我脚背都你过了，我拍不了了。他正在下单，给我们过掉了。你下单什么了？就是你刚刚说。饼干。橱窗，对，可以去橱窗看一下。看样子小水有文化，然后肯定有文化。人家是事业型女孩子，文化带事业型的女孩子，她能没有文化吗？小雪估计文化比凡哥都高。凡哥太辛苦了，一边一个美女，跟这个没有关系，主要是这边，主要是这边右手边有一个美女就好了。领券号4.9。对，有的有券的哈，有券的话会更便宜啊。然后大家就是没有给我们点，就是没有点韩星的啊，左上角帮我们点一下那个，左上角点一下那个关注跟粉丝团啊，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，谢谢大家。妈妈。好吃好香，吃好吃吗？吃累了是吧？有点。吃累了去休息。好，那我睡觉去了哈。是，这样我来收拾。你一直不是开始炖了？小雪了，真的非常感谢。那以后你们多弄一点好吃的给我，然后我又对我又坐在旁边，好不好？好，多买一点好吃的上来煮。对。那我也不愿意学厨艺了啊。那我是不是不愿意学厨艺了？为什么？二人吃你弄的，为什么？你会弄吗？二人也喜欢吃你弄的。两八步。
妈那个的朋友，我说你太给力了，哈哈哈哈，真不错，说明我的厨艺挺好的，是不？你让我给自己那个美女吃的，让小雪都觉得。阿然，你帮我端一下。不拘小节，我来端，来端，来端，我来端。我来的，是要打一个端呀？真的是，表现的机会都不给我。啊好，我给你，让我来，这个我来。这个菜也有了，嗯。这个美女是真的。这边有个菜叶啊，那个，对，这边。这个美女是可能是真的觉得很好吃。老师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嗯，你真的很厉害，没有啦。啊，你陪他们两天吧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我跟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聊聊天。这个人手机怎么放过？哎呀！啊？嗯？那怎么样？就那个啥，嗯。